我不喜欢你，希望从此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是在说谎呢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你却认不出来？认不出什么呀？就在你的身边呢，那为什么还认不出来呢？当时救你的那个人是我。我们都米俊身上还是病得不轻啊，现在还是无所谓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来自星星的你。